蒸到熟的全部变成饲料，总共80包。所以每次来这个地方都是这样，就是会有点难过。以收容所来说，他们的居住空间算很不错。哦，你也要摸摸啊？哎，很厉害。对啊，他这样正常跑还蛮猛的，原本瘫痪，然后现在能走成这样。嗨，欢迎回到人家全家爱。今天我们把大家一起做的爱心，没错，要去送。虽然是不够卖，但我们也没打算补货，可能未来有机会。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我们还是都会持续在做。对对对，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在做的时候，产能其实也蛮有限的。如果你们没看到那一款的话，这款在这里，我们就把我们所有当时赚到的所得呢，全部变成饲料。然后就在这里了，总共80包，买了12万左右，12万左右。对，然后这个是比较好的，然后我们有买到幼犬跟成犬的，对，然后幼犬的比较贵，就是反正我们这一次呢买的东西就是比较让他们吃好一点的，对，有配方有怎么样，就是顾皮肤啦，顾哪里，顾没有到顾哪里，专业配方的，嗯，反正就是比较好的饲料，对，今天呢就是要找一些需要的，就是有需要帮助的，我们会送过去。那如果你们有知道其他人也有需要帮助，你们可以留言，我们下一次有做这一类活动，例如说做狗狗猫咪的，我们就可以参考你们知道的一些点跑过去，对，你们也可以丢出来给我们参考，没错，因为我们现在在中部有问了一些中途之家，他们是有需要，那他们有需要我们就送过去，今天就是来载这些东西，太棒了，对啊，哎，我们车的不是都是坏人。只有阿古是坏的，因为没有，因为其实很多人对玩车这种改装车啊，这种印象就是不怎么正常的人，可能都是做偏的。干嘛？你干嘛推上又推下？怎么了？没有啊，先等你有点动作。分两级，好累啊！快快，你至少再搬2包，快点，我们先上车。全欢迎第一站分享。那就放给你，好，一起做好事。起来。是哎，哎呀，还好啊，都逼真生一只啊！你们之前问我，我有没有改框？我之前是用框没打，这次用选那个镀铬黑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帅。代步归代步，还是要让它稍微好看一点。这台不会有什么重大的改装啦，顶多就是换轮框。然后未来如果看到喜欢到不行的包，我可能会改个包。就动力之类的，那应该是不太可能会更动了。就排气管也不用想了，基本上应该就这样。所以这个不会列成一个企划，就这样。不要看这样，这样120公斤嘞，没有，对啊，这不到一指，现在是-1指。阿法可以再站吗？真的嘞，阿法也默默的承受了800-900公斤。我前面座位还可以放。好，我们去塞阿古的，可是他妈会爆胎，塞不完，塞不完，顶多塞个3袋而已。怎么跟想的不一样？你不是说3袋吗？哦，对啊，这里一样。好。放平的吧。好，阿全，你脚就放那，阿全，你坐看看。看来可以啦。哦，太低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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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能开啦，靠背啊，那没办法开啦，靠背啊，磨着走啊。啊，是胎磨到那个啦，内龟皮啊。对啊。你们听得到吗？叽叽嘎嘎，叽叽嘎嘎，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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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，这一要哭了，跑掉了。他后悔，后面车一定不理解为什么他这么慢。
边走边叽叽嘎嘎。你们看我的，其实我的也很严重。我原本有大概跟前比前面还高一点点，跟前面差不多，比前面还高一点点。我现在整个都浮头了，真的。引擎你想说，干，今天傻小，为什么这样？走啊，我们刚刚找到一间叫做犬山居，有跟他们预约好时间，然后要会就可以拍摄。那他们那边属于比较特殊的，就是有一些瘫痪啊，然后有一些是就是残疾或身体不健全的狗狗。那我们还是尽量以帮助需要的地方为主。那我们有很多朋友，像是动物医院啊，或者说一些像那个做宠物用品的朋友，他们也都建议我们去犬山居，因为其实他们应该是真的有需要。那他们有些人也都去场看过啦，去干嘛，然后是合法立案，就也不用担心说，因为毕竟我们是捐饲料，不是捐钱，所以饲料的用途就只能吃。他们就在台中，希望就是他们在收到这个东西，可以对他们有帮助。他们是说蛮需要的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出发。这有点紧绷。这遇到塞车很严重，这不能急刹。这个要是哦急插进去，不然会出事的。我估计丰田张南侠也没想到这台车会被载成这样。其实我跟阿俊都是爱狗的，所以我们以前有做过一次，但那个时候订阅没有很多，那一次没有这一次捐的多啊。但是因为我们订阅变多了嘛，然后买东西也变多了嘛，所以那我们希望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啊，就是尽量帮忙，不是说啊做好事一定要拍，一定要干嘛。问题是我们已经做了这个活动，然后也把衣服也卖了，那其实还我们还是得交代衣服后续的去向，你们做的爱心，那这些东西最后捐到哪？今天我们只是代表大家把这东西拍出来，但是我还是要感谢其实跟我们买这些东西，就是愿意帮助这些协会啊，或者这些狗狗的人，感谢你们买我们的公益 T， 能够给他们下一餐，有点温饱这样。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地方，应该是有蛮多身体不好的狗狗，他们在饮食啊，或者什么东西会更加困难，领养难度也会更高。基本上，我觉得以那个协会来说，他们自己应该也是挺辛苦的。但是因为我们不捐钱，所以没有办法帮助到他医疗的部分。但是我们一样有动物医院的朋友，也是会去帮，就是会去帮他们去看看啊，或者说有什么需求可以咨询，或是怎么样。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。然后阿俊他们那个车子已经给拐拐了，他每动一步都是痛苦，所以他们现在走摩托车的路线，因为他上不了高速，他上高速我看会爆掉。然后我们就是阿法的话，其实慢慢开的话还行，就是都还 OK， 所以我们走七四。路上人一定想不透，看这 Prius 怎么开得这么慢，还发出声音，还伴随着叽叽呱呱的声音。可是真的尽力了，我们那个这个饲料真的太重太多了，就是这台车能载到的重量极限已经超过了。我们就是安全第一，我们就慢慢开，只要前面不急刹，今天都可以安全到达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！吸一下台中的山上的空气如何？是这样，没什么特别的。哎，很快哎！饲料健身怎么下去了？啊，你有加健身啊？开不过来。你知道我刚刚开下去，我以为不是在这里，不是路口，然后从前面找路口爬上来，我上不来，我有点上不来。我车上应该八九百公斤有，还加我们两个一千多，先下在旁边就好了。很多吗？没有很多，我放几包而已。可以打开二三十包？没有啊。那你们好聪明哦，我没想到这个。妈的，是已经载不动了。这个还好啦，这样子才几包。四包五包哦，那个有够重的，那个还好啦，正常坐三四个人也要200多公斤啊，因为看你的变器也还好啊，你看我们那个才是真的大队了。我那个跑山路改过的呢。哦，你平常会跑山啊？对啊，载客人跑山这样。对啊。哎，我们到了犬山居，他们这边我们还没有进去，因为我们的饲料太多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在瞧那个就是放饲料的位置。对，因为其实大家来也是有蛮多有爱心人士，像来他可能就捐个一袋两袋两袋三袋这样。对，那我们再进去看一下。我们园区其实伙食费也蛮需要的，但是我们
们主要会吃处方饲料啦，因为我们的狗狗大部分都是老犬重症跟瘫痪狗狗。但我们吃的饲料主要就是医生建议的处方饲料，因为有些狗狗可能有泌尿道，可能有肾脏、有心脏，那我们就会吃 LF22 或者是 LSD22 这种的。瘫痪的处方饲料，因为在早期的话，创办人宝妈她主要救援的就是大型犬，所以我们也会有高山，对，会有大丹跟德朗、拉布拉多、激烈犬，以前都是大狗。对，那以前还有十二夜的时候，如果它是大狗又重症的话，其实它是被放在安乐死的前面的名单。对，那我们就是以宝妈的能力，就是尽量可以多救援一些狗狗在这里。所以以前曾经高达到200只，那目前只有130只左右，因为前阵子天气变化的关系，对，就是接春天嘛，其实有几只已经当小天使了。那因为我们园区创办十来年了，蛮多都是老犬，去年最后一只大丹也当天使。因为大家都蛮大，有大家都70-80公斤的。哦，这么大，我们买的这个应该都还不错的饲料。对，这个应该是还行，你可以看一下。这个是小狗的，我们有，对啊，有小狗，还有这种成犬的这种专业配方的饲料，含肉比较多一点。园区比较特别，是因为我们有收瘫痪狗狗，是因为有一些民众可能带狗狗出去，那可能没有帮他上牵绳或是胸背，那可能就跑出去就被撞到。对，对，上胸背跟牵绳是非常重要，是保护狗狗安全的。狗狗比较不会打架，而且过马路或是什么，他有时候都没注意，太兴奋就冲走了。对啊，对啊。其实就是妹妹虽然也算放养，可是妹妹其实到就是到外面都还是会有牵绳，不一定要牵啊，因为她有时候会太开心。对啊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有三只狗狗，我们的狗狗基本上都是一区一区分开的。这边的话会有欧妹、格雷跟小黑。那欧妹的话蛮年轻的，欧妹只有大概2-3岁、3-4岁左右。嗯。之前也是一对情侣，就还是小幼幼的时候，就是有来凶过我们，然后，但是我们那时候，我们都还是会建议，就是原本饲养的饲主是好好照顾他们，因为欧妹她也是很健康年轻的狗，所以他们算是突然不养，然后就丢过来。对，然后后来听说，糟糕，非常糟糕。没有多久就有出现在园区附近，然后我们就是当然，因为前阵子才看过他，所以就把他带回来园区照顾。所以这是弃养哦，弃养啊！哎，我觉得我跟你讲，如果不要情侣之间那个时候去刻意要养狗，如果你们没有打算好好养，嗯，对，就不要养。对。那格雷的话，它会绕圈圈是很正常，所以它之前有发生过车祸伤到车。嗯哦，所以每次来这个地方都是这样，就是会有一点难过。可是你想它哦，比较凶。他现在几岁了？熊哥应该已经很大了，应该还蛮亲人的，他不会怕的。妈的，直接翻肚了，我靠！德国狼犬，太生气。哦，这是全狮。全狮犬，但它算是因为开始要请假，请假是请假，但领养物的狗狗。嗯，全狮犬。一点点，它就是双胞胎。嗯，他们很乖，不太叫。害怕，在那懂。哦，对哦。他会凶吗？他比较兴奋。没有，我觉得他是甩奶型的，这应该是亲人的，因为他那个态度应该是比较喜欢黏人的，对啊，黏人的，好可爱。那这一排的话，有5只是我们的咖啡家族。咖啡家族。这个是蓝丹，然后中间是他是同一批放风的好朋友，是本源。然后第三个笼子的是宝妮跟博朗。最旁边的是拿铁跟高雄，然后就是咖啡家族。你所有的名字都记得啊，太厉害了吧！本源的话是知道的，熊，他有点柴柴的，他就是小王子、贵公子型，那个是比利时狼犬，大黑区的狗都会比较怕声音。很自由，对啊。黑区有广场，那这个就是我们这里大概有300只的天使狗狗，就是一个墓园。那我们的天使狗狗如果当天使之后，大概会在园区一个礼拜以上。居住空间算很不错，很不错，而且他们还有分区。对，我们之前有去过其他间，上一次他们是蛮潮湿的，而且蛮脏的。嗯，我们蛮注重狗的品质的。嗯，对对对。像这样子领养率高吗？因为我们这边都是老犬重症跟瘫痪狗狗，那基本上这些狗狗在送养的上面的话，就会比较辛苦一点点。那
哦，就是就算不领养，他们在这里也是开心的。主要是轮三班，基本上就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，都是会有人在照顾他们。那就还不错啊。对，几乎在没有需要，就是正常时间都是有人在。都一定会有人在。哦，那就很不错。对啊。对，那像宝妈的家的话，他也会24小时安宁照顾的，就是宝妈24小时。比较严重的，他就会自己顾的。东庆哥两个就是24小时照顾。OK。哦，很厉害。罗文娜，我们家也是罗文娜，这边都是瘫痪的。把自己的家给宝宝住了，好有爱心哦。那威力的话，他可能只有3岁。怎么会瘫痪？我靠，这以前是被勒住了啦，嘴巴真的很腰酥哎、欸，腰酥啊！对啊，明显就是他被束绳了。对啊，可是目整体而言，他还是很亲人啊。你冲冲撞撞啊你啊，你好可爱啊！哇，你真的很厉害耶，什么都记得的，所有名字都记得。是真的，这天上有奶的应该是16、17岁。哇，哎，眼睛状况很好哎。对，它是米格鲁，但是有一点点褪色了，因为老化的关系。大家都对镜头有兴趣呢。那慧哥姐姐都很用心照顾，所以他们都照顾得蛮不错。而且我觉得他们现在可能原本会怕人都变比较不怕人。对啊，正常来说送虐狗狗应该是对人很警惕。对，然后他自己哎呦撒娇啊，哦，你好可爱哦。这才是我们的侧院，就是厨房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那这边就可以接我们刚刚过去的 A 区，大狗狗区。以前都是住大丹跟高山，现在有高山没有大丹。Okay. 大丹去年最后一只大丹。OK OK。因为他们有时候就是想让他们专心喝水。对，先关起来一下。因为我们这次有买一些饲料，其实像我们朋友他们之前有来过，他们是说就是你们的环境那些不错，然后但是我因为饲料就是消耗品嘛，对，还是会希望说有能跟你们派上用场。那之后如果有提起来，你可以跟我们说。啊，好。像目前因为我们有蛮多重症狗狗，他们就是需要 AID 跟 AD 罐，那个是比较重症高营养罐头。好好好，对，他们就会需要那个，或者是加宝肌肉泥，他们也会很需要。好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下一次活，如果我们活动办，然后一样是不可以把公益的部分，然后提前问你们需要什么，那我们就买你们需要的。对对对，因为他们会很需要处方饲料。OK OK， 而且这里面真的很干净耶，我觉得。因为我们都是创办宝妈跟庆哥都是有很认真规划，然后园区狗狗后续的老年的一些照顾。对，而且味道。不太有味道，对，不太有味道，因为照顾人宝宝蛮认真的，但要小心，不然有藏獒。藏獒，藏獒就是快的，它同手同脚走路。对，它是后壳其实可以看到它后面的脚就是会开开的。对，因为它以前是瘫痪犬，对，那它也是经由宝妈复健，然后现在就可以站起来。对，后壳它不能穿衣服，因为它对于别人摸它的脚，它会很敏感。因为受伤过了，受伤过。很烦，它其实也很可爱。很烦，太小了，好大只哎！多沙，我这手掌好大哦，比德国狼犬还大。对啊，那就是光明跟长飞。哦，这都有，你们都有准备那种狗狗给它复健用的。这是狗狗的轮椅，因为我们有看到狗狗在它们上轮椅去爬，它们上轮椅就跟正常狗狗是一样的。对啊，他这样正常跑还蛮猛的。这个也是獒犬吧？对，他这一只就比较亲人，这一只就比较亲人。哎呦，你怎么这么大只啊？像獒峰是很亲人的，后腿也是很亲人的。哦，那獒峰的话，我知道的小故事，他以前是被绑在工厂。哦，拜托，这个是不良照顾，后来就有善良
的民众就是发现，就是辗转反侧，我们就救援了他，对，他现在就是很亲人，他就是有点不像獒犬。真的，哎、欸、妈的，我讲真的，有一大堆老人，他妈养狗都喜欢把它养在门口，然后拴住这样，我都不知道他在养啥小，我真的看不懂。塞奶呢？嗯，他自己顶我的手、欸，哎，嗯，其实我觉得这些狗狗被照顾得很好，嗯，其实他们很多都是受伤过的狗狗，对，其实他们这么亲人，我觉得他们还是喜欢人的。对，哦，你这脸怎么看起来这么塞奶啦？刚才也是很亲人。有感觉出来哦，哎呀。你在那边做多久了？我比较适应，我只有三个月。哦、三个月把全部名字记住了、欸，超厉害！因为我们就是每天都是朝夕相处。那个人散步的地方其实很大、欸，很大。因为这个是宝妈找了三年的这个地方。哦，很不错。表哥的话，他就会比我们刚看到的大豆还要大只，因为表哥是英种。超级大只、哦，我的天！你怎么可以这么可爱啦、啊？表哥是我们的明星狗狗，那它舌头会吐出来，是因为它下巴有一块是因为生病有切除掉。哦。那会戴这个是因为它有，它会去舔自己的脚，然后就怕它会有指尖炎、哦。那表哥的话，他以前就是受虐狗狗，他在小时候就是被比较不好的，就是绑在树上当沙包在打的，那就是哦，就是有人就是发现了，就把它，我们就把它救援这样子。那表哥也来园区大概九年十年有了，现在就是哦，没事，幸福人生，对、嗯，没事的。那是乌比，然后那是卡梅隆，卡梅隆。以前他们蛮大只的，所以创办的狗妈就会用那个篮球明星的名字帮他们取，然后是科比。那科比的话会比较凶一点，还是 Bingo 是熊熊，熊熊。哦，你头怎么可以这么大啦？很大哎、欸，这头都超大的、欸。高山犬，嗯，他们跳起来应该比我们高。哎呦，哎呦。这不就像狗狗养老院啊？他们这边的狗狗，我觉得活动空间比阿犬我们上次看的大很多。那这个是后院，那里大概有300只天使。门口进来的那边一盆一盆的盆栽，里面也会有一至两位的小天使。对，那到最后还是会跟水跟土一样，回归于大自然。环境真的很好哎、欸，他们还可以这样走。那我们好地区其实有一个坡道，对啊。我靠，这一区超赞的啦、哦！你看它好可爱。所以你看他们睡觉的地方也算大，然后你看又有这么大的活动空间。对，所以他们就会去上厕所、去跑跑这样子。然后斜坡的话，就是因为轮椅狗狗，他们也可以行，也可以下去了。对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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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其实这里是不是比较会变提倡成有钱出钱、有物资出物资的状态？还是会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来看看这些狗狗，然后把它带回，把它们带回去这样子。像我们的欧美其实它就可以放在我们送养名单的很前面，因为欧美它是年轻、非常健康又年轻的狗狗哦。所以我们园区其实也蛮希望，如果有能领养就领养走这样。如果你愿意给它一个很幸福的家庭，其实我们都很欢迎的。对，那如果来看狗狗，像蛮多民众都会捐赠物。那有捐款，那捐款的话，其实蛮多民众都会定期定额，可能一个月也不用多，可能几百块。嗯，那有的民众可能就是固定一个月会一千块，我就不一定多少了，看自己能力就对了。对，那有的会成为他的助养人。哦，他们还可以选要养谁的、我们的官网有不同的一些方式。哦，所以你们官网可能还是会有那个名单是哪一些比较适合先养的那种。重养的话，像欧美、布朗尼这一些，就是比较年轻的狗狗，会蛮多民众会想要就是优先领养。那我们领养的话，我们也会有那个比较严谨的领养的评估跟程序。好，那我们去办饲料吗？好。哦，力竭了，结束了，一千多公斤。对，欸、不过我们今天是一二三四五个人搬完这1450公斤。对，感谢大家的爱心。爱心。对，我们今天最后还是有找到很不错的地方，然后把东西
就是捐给他们。没错，对，因为他们这边的狗狗实在很多，然后我觉得有一点颠覆以前对那个中途之家的概念。对，因为他们这边其实不管是环境或是照顾的状况，我觉得都很好，还有活动空间很好。对，而且分区什么也很不错，好像不会就是有一直都关在那个笼子里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，而且大家就是照顾的人跟动物的感情都很好。我到现在觉得最要求的还是虐狗跟弃养，哎，那个真的很糟糕。对，这两种真的是我最看不下去，尤其是你自己有养狗的人，你听到哎他以前的遭遇什么，还是会有点难过啊。对啊，如果大家有想要养狗啊，欢迎来台中犬山居这边，他们这边也有很多年轻的小狗，而且很亲人，非常适合带回家。对，你们的可以来看看啊，我觉得你们可以先来看看，看有没有有喜欢的，或者你如果家里不能养，你也可以选几只，然后就是助养。助养每个月可能，譬如说你捐个100块也好，就是帮助他的那个概念。对，就都行。对，不要勉强的那种状态。对对，那基本上你只要那个能力许可，或多或少，但是都行这样。对对对对，那我们自己也会以身作则。如果我们回去看他的官网，有看到喜欢的，我们也会。就是助养，那些助养其实，因为其实啊，像我老婆她也会，对，她本来就有固定在捐其他的地方或者怎么样，对，就反正一点能力做一点事，就这样。没错，好，希望大家喜欢这集的，大家有一起发挥爱心的影片。对，那喜欢再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拜。今天阿古最爱的环节，耶，一二三。哇哇，好大哦！你这口气超大的，我打从心底瞧不起他。我最喜欢这种新的排气管，哇，这开箱真的很爽。哇靠，这个出口，我喜欢的，很爽哎。